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呢，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已经係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经呢度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买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㗎啦。联络电话係2882-4848。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好，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我是袁大明，很高兴今晚又能够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呢，是希望是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咁我哋唔係只係希望呢同大家一齊大肆批評下政府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唔好，咁大家發泄一番就算。咁我哋希望呢能夠深入啲討論問題嘅根源啦，了解問題嘅來龍去脈，咁提出啲具體性嘅解決方法啦，咁同埋建議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啲情況之下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講嘅話題呢，其實可以咁講，傳媒呢都一直都有好多報道嘅，咁國際新聞呢都一直都有追討嘅，就係、是、關於最近嘅嗰個奧運會，咁就將喺中國舉行嘅奧運會。咁但你知道啦，喺國際嘅舞台裏面呢，喺個奧運嘅火炬呢係不斷咁經過世界各地嘅各處呢，係出現好多不同嘅反應。咁當然啦，有啲人呢就係、是、企圖呢就係、是、搶個火炬啦，咁可能即係發泄一啲不滿意嘅聲音啦。咁但係最嬲尾又好得意喎，咁好多地方嘅華人呢都亦都團結起嚟呢，咁就開始呢就企出嚟呢大遊行啦，咁大示威啊，咁呢就支持即係中國啦，同埋呢就最近個 CNN 有個主持人呢，咁亦都發出一啲言論呢，咁好明顯呢就可以話呢即係鬧中國人啊，鬧中國啊咁樣，咁都引發好多華人喺各地呢有啲即係幾出嚟啊，咁大家示威啊咁樣。好啦，咁到底奧運呢同個國際政治呢，其實係即係奧運係唔係係一回咩事呢？咁大家表面上都知啦，唔係我話表面都冇人知喎，都冇人知。突然間問你奧運精神係咩呀，我嗱叻到李麗珊咁，冇理由唔知㗎啩。你記得琴日佢嗰度講咩呢？我對佢講，喂，第一次嚟中國，咁我做運動員步入中國，咁我呢就能夠接起一棒就好自豪啦，咁樣講咗幾分鐘都冇講奧運精神乜，全部都冇講喎。你問下嗰班曾燕子呀，嗰班嗰班大媽撒嗰班人，喂乜嘢，喂佢哋班嗰班人有冇玩過體育都係成問題啦，係咪？咁佢哋知唔知體育精神，乜都唔好講奧運精神，體育精神乜都唔知，平日有冇支持個體育運動呢？冇㗎喎，點解搵嗰班人嚟呢？梁振英呀、等人咁嗰啲做乜鬼呢？所以你話奧運嘅精神就個記者會乜都講啦，香港光榮講，中國光榮講啦，就一樣嘢冇講奧運精神。嗱，咁其實奧運精神咧，其實係講嗰個世界和平啦，係嘛，世界大同啦，咁其實呢個係真正嘅奧運，公平嘅競爭，公平競爭係嘛，即係唔好喺戰場上交鋒，喺競爭咁，同埋交朋友噶嘛，係嘛，友誼第一咁噶嘛，係嘛，咁啊同埋嗰五個環啊，五個洲圈住啊嘛，代表啲人嘅心係統一噶嘛，係，其實代表和平嘅咁個意義好簡單咁，但係你見到冇人講㗎喎，個個係講話我哋中國幾威幾威咁樣，去做主辦奧運啊，站起來啊咁樣，即係成個 focus 嚟，咁香港啲人都係㗎喎，可以光榮嘅國家咁，你睇下搵啲細路去問啦，你見佢電視台啦，哎呀個奧運嚟香港我哋好巴閉啊，我哋好光榮啊，我哋好咩咁樣，有份去養下咁樣啊，養旗啊，咁已經好威。喂，佢完全冇人講過奧運嘅精神係乜㗎喎，咁我哋好唔識做呢，第一個問題。但係其實奧運精神即係舉辦奧運會呀，喺國際上嚟講呢，係當一個國家佢可唔可以由發展中國家跳出去變咗做發展中國家嘅。咁話考試啦，唔好話入場券啦，因為呢有啲人係考試唔合格㗎喎。邊個呢？墨西哥。哦，臨尾唔俾佢辦係嘛？唔係墨西哥辦咗奧運會啊，但係之後冇得玩，十零廿年都係咁落後。
嗯嗯。哦，即係通常咧係舉辦國咧，通常咧佢嗰個發展個國力已經應該係似樣啦。即係咧嗱，你而家咧就小學咧就畢業啦，即係亞洲最早咪日本咯，六幾年嗰陣冇計啦，假如咁就韓國、南韓啊、美國，即係支持嘅國家都要八八年先可以主辦咯。同埋你要諗一諗咧，即係以一個中國人嘅感覺咧，就係覺得。即係佢等咗百幾年㗎喇陰公。唔係喎，廿幾年㗎喎。吓八幾年開始咗嘛，佢 join 返入去。由佢認為呢係由1900年嗰個 Boxer Movement， 即係嗰個義和拳啊。係係。俾人八國聯軍入去已經係屈辱咗咁耐，等到依家先有㗎喇。咁現代奧運都係突然間要講呢啲嘢，因為二幾年喎。即係好似國民黨時代去參加過嘅。有戰前參加過的、啊、好啦，第一樣嘢嗰、那個即係而家咁多中國人咧，咁好熱烈咁樣去擁護嗰、那個，而且保衞嗰個聖火啊。咁我個問題啦，那個聖火係咪中國嘅咧？唔係㗎，根本理由係啫，又唔係你嘅。我哋大家睇住個聖火喺奧林匹克山點出嚟㗎嘛。係，即係舉辦個奧運會要還翻俾人嘅，知唔知啊？即係個火使啊啫。即係個火，咁嗰啲火具唔使還翻俾人噶係嘛？個火具留翻自己幾年，火咧就唔係你嘅。即係所以你咁多人去保個火，係冇乜壞嘅喎。哎呀，李生，即係今日我睇即係呢個有線新聞咧，就介紹，因為我哋過完香港、澳門咧，就會喺內地即係大陸裏邊去周圍送啦。咁咧又會經過咩延安啊，嗰啲咩井崗山啊，諸如此類咧，呢啲我哋。即係中共建國嗰啲聖地啊，即係有歷史意義嘅地方。咁咧就有啲人就咁講喎，佢話咧聖火啊喺呢啲革命嘅要點咧就係、是、傳遞啦，就可以咧告慰咧革命烈士嘅先靈啦。即係呢啲聖火啊，可以啊告慰佢哋喎，因為咩等佢哋咧就知道咧我哋國家咧就已經站起嚟啦咁樣。我一聽我就其實我當時就好似你咁諗，喂。嗰、那個聖火係鬼佬嘢嚟喎，即係點樣告慰我哋嘅先烈咧？哇！真係古希臘雅典人哋係打仗，即係搞個運動會嚟，大家即係啲城邦咁樣一齊喺度嚇，搞運動會就好過即係打仗咁樣嘛，個作用咁。九唔搭八啦，基本上係嘛？即其實一個好緊要嘅就是個和平嘅意義喺度嘅，世界大同啊。咁好唔和平咧，結果。即係你而家諗下咧，即係由開始全聖火啦。即係一路以嚟咧，今次嘅奧運會都相當之唔順利嘅。嗯，可以講咧話咧，就將我哋即係中國咁多弱點咧，都暴露咗出嚟嘅。例如咧，例如有好多人去用一啲比較暴力嘅方法去保衞聖火啦。例如我哋有一位即係中國嘅人民啦，黃千源啊小姐咧，佢係 Duke University 嘅，咁咧佢就。佢冇乜做大嘅反抗㗎咋，其實即係佢係一邊手勢，即係希望啲人咧停啦，唔好再做咁多即係暴力嘅行為啊，去做中間人，佢走去兩個即係手勢做 time out 嘅手勢，停停咁樣，停一停啊！點不知嗰個就當係 T 字咧？就貼啊，咁就當佢支持貼啊，失咗，即係 T 可以係 T 啦，即係我哋直播室裏面成日支持西藏啦，一般都係咁樣咁點解點啊？即係夠鐘啦，咁我哋整個 T 字啦。佢嘅遭遇就相當之慘啦，即係佢哋咧揼，第一會揼啦，第二咧即係淋啲即係人類嘅糞便啦。哦，係咩？哦，咁啊，佢嘅家鄉屋企，佢老家，佢屋企咧，佢老豆咧，亦都俾人搞啦。啊！屋企俾人揼，俾人掟石啦，掟花盆啊咁啊，门口度，即系咁简单嘅啫。即系你而家真系今次咧，真系好似义和团啦。系啊，成个团走到人哋嗰度嗰度。义和团喺内地咧，到而家都系一个即系肯定嚟噶，正面噶。呢啲系爱国嘅行为啊，系你哋呢啲吓教科书写到噶西方观念写咁衰噶咋啊，所以系好讽刺噶，其实。咁其實一個好不幸嘅誤會嚟嘅喎，係嘛？你諗下，即係當依家其實得兩，即係依家中國嗰啲人咧得兩個嘅啦。一係咧，你就係幫我嘅，唔係幫佢就係敵人嚟㗎啦。
即係敵人咧就用盡方法咧就去整你噶啦。係，即係我哋自己香港都有位即係哲學系嘅學生啊，陳巧文小姐啦。嗯，好簡單啫喎，攞支雪山獅子旗出嚟嘅啫喎，話一話即係西藏都應該要有權去自決啦。係，不過其實即係 OK 啱冇錯好。係。你咪攞出嚟講咯，係啦，係啦，依家唔係，直頭咧都一拎出嚟就起有錢咧咁樣，咁、哦、樣，咁就鬧噶啦。嗯，咁啊即係變咗好政治化咯，本來都唔係政治化，政治化都仲有得講下，依個唔係政治化，直頭咧一聽到就揼噶啦，冇道理講噶啦，已經道理都唔講啦，都一聽到唔係即係等於一個圈畫到好窄，你唔係朋友就係敵人噶啦，學咗美國咯。咪開頭都冇咁激㗎，啲留學生好，國內啲人好。咁、你反為你個中國政府呢自己撥起曬嗰啲人嗰啲火氣嘅。你知中國啲人㗎啦，即係國內啲人啊，或者你就算係總之走咗出去都好啦，你跟政府㗎嘛。政府話準佢搞事喎，咁就搞㗎嘛。咁㗎嘛，驚死遲㗎嘛，驚死得輸添啦。咁你見呢去到韓國打交添啦，打人哋添啦，啲留學生。仲有一樣嘢。最近㗎，係啊，係啦。即係日本其中一個寺院諗住本來係攞佢嚟到做開始嘅全盛屈就係咩？個寺院就係話因為依家咁和平地方都係唔好用我嗰、那個，用第二個，即用第二個啫，都唔係話唔俾你嚟啊！即用第二個啫，即刻就俾人當白友啦，即掟白一林白友。咁又唔一定係中國人做嘅，因為可能係當地嗰啲居民做嘅，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呢有啲人呢就諗住嘩大賺一筆吓嘛，要你要唔叫你喎，即係冇錢賺喎。即係係不過當然呢啲係講笑啦，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中國人而家我睇到啲新聞片啦、即係 YouTube 好啦，而家成乜都有得睇啦。你即係搞乜嘢呢喺度，你搞咁奧運做乜嘢呢，周圍喺度亂嚟。啱啱先兩日。唔係奧運未開始。未開始都已經咁啊！咁多是非啊，全個聖火搞到咁差，即係個公關，國際嘅公關啊！如果你話諗住靠個奧運去帶起你國際嘅形象啊，你俾人睇啊，咁咧到而家為止就係大大嘅失敗。你哋係鬧 CNN 嗰條友，就話你中國，即係佢話中國政府係暴徒啊，即係暴民同埋咩 guns and thugs 啊咁樣。喂，你話喺度抗議，好啊，咁你而家做緊啲咩俾人睇呢？喂，你真係咁㗎喎，大佬追住嗱，即係我頭先睇過一 YouTube 啦，即係早兩日即係好似喺南韓傳個聖火，成班嗰啲中學生俾人影住，唔係即係中國留學生啦，咩影住㗎，追住嗰個西藏，即係嗰個藏民嚟嘅，圍住佢嚟打啊，係咁叫佢道歉啊，乜鬼黐線嘅。不成咁樣。係啊，人哋日本啊嗰啲嗱韓國嗰啲全部係用暴徒嚟形容你啊，你。大佬咁你配合埋個畫面咁人哋 CNN 嗰條友真係講得啱喎，唔係中國政府添喎，而家你啲人民就對起曬啲，你呢個民族啊，而家俾人覺得真係成個民族係係真係成個民族係暴徒咯喎，咁點啊？好恐怖啊！好恐怖啊！即係近嚟啲畫面啊，仲有動起曬紅旗咧，我一望落去咧，即係我想動起曬啲五星紅旗咧，就好似文革毛澤東啊，係啊，有啲似啊，旗海飄揚，哎呀，有啲似啊。咁呢啲喺呢嘢嗱，一般嘅香港新聞睇唔到㗎。香港啊，因為香港點講，有陣時都報下嘅，即係但係咧，佢報嘅主要報乜嘢咧？就只係報咧，集中於報咧，有啲人拎住個雪山獅子旗出嚟，要係搶聖火好，擾攘好，乜乜乜都好，集中係報呢啲。但係咧，其餘呢，即係頭先所講嗰啲，就係睇到人哋嘅媒體咧，人哋嘅媒體咧，係咁點咧？咁你即係只有呃自己喎。而家係連香港呢啲記者都係咁樣喎。即係對住呢個奧運嘅大前提，所謂國家面子嘅大前提，就即係完全好似當嗰啲事冇發生咁樣。咁我都唔知點啊！人哋南韓個大使係同中國大使係交涉，表示遺憾。喂，你啲留學生，我俾你嚟讀書，你喺度搞啲咁嘅嘢，係暴力嘅行為。咁即係點講咧？我都唔敢出國咧，而家咁樣。我唔使驚你嘢話，你自己香港人得咁冇問題嘅。香港唔好啦，要講日文嘅，即係一定要扮日本人。你唔好講中文，講英文就得㗎啦。香港人英文攞翻個 BBM 好啦。嗱，我哋正話咧提過曬咁多，本來唔想咁多講一講雪山獅子旗啊，即係依家雪山獅子旗咧，好似係一個即係分裂國家嘅象徵啊。嗯嗯，但可以話俾你聽。
即係雪山獅子旗，你有冇研究過呢個雪山獅子旗嘅來歷咧？唔係好知道。應該拎個腦整落嘅啫。No， 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因為我自己特登去查下雪山獅子旗乜。係。雪山獅子旗咧，基本上係一支軍旗嚟嘅。呢支軍旗咧就係、是、咧，由福安康係報請乾隆皇帝喺西藏咧成立軍隊。成立軍隊咧就有軍旗，所以佢嗰支軍旗咧就係、是、雪山獅子旗，即係啲西藏人就冇國旗嘅，所以就見慣呢支就當咗係啦。雪山獅子旗咧係中國嘢嚟嘅，話俾你聽，係中國正統嘅旗嚟㗎。哦，我成日以為佢係英國支旗咁啊，有個太陽喺度。哦，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雪山獅子旗係分裂祖國嘅象徵咧，我話俾你聽係百分之百錯嘅。其实它是驻军的旗来的，中国驻军根本是中国的旗来的，你不知道中原啦，唔好话中国，中原即系系啦，中原驻军嘅。啱你讲到中原，我就想讲啦。嗯，系呢个世界有冇中国呢样嘢咧？哇，大佬，你讲呢一样嘢，我话俾咩意思先？咩意思？好难拗喎。我简单问一问你，系中国喺边度？你梗係指住個地圖話俾我聽啦，唔係，我肯定答你唔係。呢度係中國啦，咁啊，咁你睇清楚啲字得噶，嗰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嗯，好南方落啲，咁嗰個係啦啩，嗰、那個叫中華民國。係、嗯，中國從來冇喺呢個世界上出現過嘅。啊有，異地進入之進入中國則中國之啊嘛，孔子講嘅，只係中原。嗯，即係話。如果100-200年，即系200年前咁样啦，我问你，你系咩人士啊？冇人讲中国人，因为冇中国呢样嘢嘅。系中原人士，我系中原人，或者汉人。嗯。咁其实依家你搞咁多嘢咧，其实好简单嘅咋。你只要恢复翻本来个名字就得噶啦。中原嗰啲咪台湾有个政府唔紧要噶，不嬲中国都系中原都系咁噶，三国咪魏蜀吴咯。咁而家唔想分裂啦嘛？五胡十六国咯，系嘛？佢要统一啦。国够多未啊？够多啦啩？再推上啲咪春秋战国吓、啊，更多啦。系啊，春秋八唔系，但系嗰个国同而家呢啲国嘅意思唔同噶嘛？有三样嘢噶嘛？嗯，地、嗯、人系，同埋政权啊嘛。哦，呢、這個西方觀念嚟嘅喎，呢、這個西方觀念，即係主權觀念。咁以前唔係呢個觀念嘅喎。以前唔係呢個觀念嘅，冇嘅。即係以前係地域啦，係嘛？冇啊，以前。以前咁喺個朝代，即係話咧，我支軍隊打贏咗，咁我就去咗嗰度，就又叫入主中原。所以外族可以入主中原冇問題㗎。係。元朝咪入主中原咯。係。或者清朝入主中原咯，嗰就係一個朝代，係一個王國嚟嘅。嗰時仲未有國家一樣嘢嘅。所以阿李鸿章去到外国，啲、人问佢：你一个系咩国家啊？清朝咯。咁所以先至咧开始慢慢啲人咧去整咗一样叫做中国，冇国旗添啊嗰时，攞个军旗嘅五色龙旗，系就当做中国国旗。系，唔系，即系而家中华民国嗰啲系成立嗰日登报纸啊，《人民日报》登广告叫人哋去设计嘅。即系打到入去，系啦系啦。北京立国啊，立国前紧急呼吁，即系设计支旗嚟使啊，咁样公开招，系公开叫人设计嘅。咁即系每个地方有不同嘅朝代啫。头先所讲，即系我话俾你听，根本冇中国呢样嘢噶。你即系中国古时咧就冇国嘅观念，中国即系国咧系西方嘢嚟嘅，从来未喺呢个世界上出现，将来会即系将来统一咗咧就会有啦。咁、我话俾你听，其实中国系真系有支旗，系叫中国国旗，嗰个叫五色旗。咁我一阵咧会俾啊五色旗监制代表咧五族融和，即系汉、满、蒙、回族有五只颜色嘅。哦，做咗支旗，边个整出嚟嘅？孙中山整出嚟噶，国共和谈讲将来，即系如果统一咗，咁、要有个国旗噶嘛，嗰支国旗。就係、是、五色旗，但當然而家梗係未統一啦。係，結果好似唔認數喎、啊，嗰邊認數嘅咯喎，你仲同埋你而家唱嗰啲歌，全部都唔係國歌嚟，話俾你聽，軍歌嚟㗎嘛。國歌係另外有一首㗎，係。有冇整過出嚟咧？有，唔止一隻添啊！話俾你聽，有幾隻㗎？嗯，即係你，我話俾你聽，你依家攞出嚟嘅爭拗係根本唔係爭拗嚟㗎，
即係你爭嗰啲無謂嘅嘢。嗱，你即係講翻國歌咧，你真係啊，即係睇翻而家中國嘅國歌啊，前好似嘅好似打仗嗰啲，嗰只軍歌嚟㗎嘛。係咯，咁而家緊要。不紧要，你睇法国个马赛曲啊，仲血腥啊，系咩？系啊，攞啲君王话我哋咩？我哋即系送佢断头台啊！你睇佢啲先烈喺度剪啊，我哋胜利啊喺度耶噶，即系佢庆祝个法国大革命噶。其实成只歌系，咁而家仲系噶。海洋开即刻提啊！马赛进行曲嘛，系啊，用海洋进行曲系即系军乐嚟噶嘛，系嘛？哦，系啊，咁而家当佢系个国歌嚟噶？咩当啊？起系啊，系啊，咩当当声啊？唔系即系系咪系咪咁样噶？第一二大战即系整咗个联国联啦，咁样即系有晒国啦，咁就一人要搵支旗出嚟，一人要搵只歌出嚟咁啊，所以开始有呢咁嘅麻烦嘢啫。哦，唔系以前唔使噶，唔系中国咪中国咯，系嘛？天朝就天朝咯。是即是整个天下都是一个国家来的嘛，个观念是。那么是、啊、黄土嘛，黄天后土嘛，代表天的嘛、哦、所以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就是天朝，即是中国的观念是这样。是。旁边那些就是未开发那些。难以、啊。是吧、哦、那他有他自己的，即是不要被人入侵啊，那他有地位的观念。是都有地位，但他没有平等观念的。即係唔會話你有國家，我有國家，我哋有外家呢樣嗰樣，你一嚟朝拜，咁啊送禮俾我，我送禮俾你，跟大佬咁樣。即係以前只有呢啲觀念啦，即係西藏都係咁嚟㗎啦。咁以前越南都係咁嚟啦，越南仲耐過西藏，即係韓國又係咁啊。以前冚唪唥都中國㗎。好啦，我再講。收翻曬佢啱㗎啦，其實。嗱、哦，馬來西亞全部收翻曬㗎，越南啊嗰啲，經常都講啊，西藏。是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哎，算了。永远成日都讲我话俾你听啊，嗰拆俾你听啊，其实是荒谬的。嗯，是。自古以来估到几时呢？最远都是去到文成公主而已。我话俾你听不是很久的。文成公主呢是嫁了去的，其实即当时都不是。还有那个不是公主来的，宫女来的。是但稳健给她的。她不好彩。唔係喎，冇錯，你知唔知道當時係點㗎？那個古仔係嫁咗個公主去蒙古，咁西藏嗰度咧就好唔順啦。喂，嫁咗俾蒙古，嫁咗公主，你都嫁翻過嚟咁樣，咁啊整功挑戰，即係戰書，啊就話咧，如果你唔嚟咧，限時幾耐係咧就起兵70,000，70,000咋嚇，人哋攻你個，咁你話十歲啦，70,000，只不過唉你咁煩咁啊。就找个宫女，就是啲外神咁样呢，召佢入嚟，咁就叫做封咗佢，咁宫女一个咁嫁咗佢啦。呢个就文成公主啦。近亲都唔係呀。啊，所以好搵笨㗎啫。当时呢和返呢一种手段嚟㗎嘛，即係嗰啲蛮夷地方嫁个中原嘅靚女过去就掂晒㗎嘛，关系好好㗎嘛。咁佢都係要咁咗喎，其实。佢要个公主咗，有公主就唔起兵啦。好简单咋嘛，咪俾过你囉。咪又冇话明一定要係。正室嚟嘅，生嘅。當然就話好多意思㗎，背後即係你嫁個公主俾佢，咁即係你認佢係大佬啦，唔係即係你個大佬認佢啦，認佢頭，咁變咗嗰個藩邦咧，喂大佬喺佢隔離噶嘛，即係變咗有一個好似嗱，我咧係有認受性嘅，我而家隨時嚟打你都得嘅，即係當然有好多呢啲嘢喺後面嘅。即係以前冇乜國家，即係冇話即係。主權獨立啊，國族啊，呢啲觀念，即係呢啲咧就係西方嘢嚟嘅。講嚟講去，民族自決啦，土地自決都全部係西方嘢嚟嘅。同埋話俾你聽，不嬲西藏都同中國咧分割㗎，毫無關係㗎。即係咁，應該話西藏管過中國，中國又冇管過西藏。即係佢同蒙古都夾埋，因為西藏係好打得㗎。因為西藏嗰時又唔係叫西藏，嗰時叫吐蕃啊。吐蕃係吐蕃，你而家 Tibet 嗰個字就係咁啫嘛，係一樣的。好好打嗰啲反兵真係講，所以佢曾經合作，即係支持蒙古打中國咁嘅，即係有嗰啲咁嘅歷史。但係咧，中國就冇乜能力去打佢嘅，即係佢又高又遠啊嘛。咁就係清朝嗰陣咧，就是、曾經入兵咧就係、是、幫佢抵抗蒙古。咁叫幫過佢打仗，咁就從此就建立咗呢個。其實西藏人來說，他是一個宗教關係的，即是那個達賴啊，那些活佛要你中央承認他啊，這樣，那是只是承認的光法，那還有他們來進貢啊，那最穩笨就是進貢嘛，通常是三倍給他的，
哦，即係佢拎幾隻牛啊，嗰啲咁啊，嗰啲蛇香牛啊，嗰啲咁嘢啊，係啦，嗰啲唔要噶嘛，但係你俾翻啲絲綢啊、茶西藏好，即係好矜貴嘅西藏人。如果你有 friend 喺西藏咧，俾茶葉佢最開心，因為佢嗰度係冇啊。咁、哦、咧茶佢哋好中意飲嘅，所以咧中國俾翻呢啲嘢佢噶嘛。咁而咧就咧絡役不絕咁嚟進貢嘅。一嚟親咧又要接待佢啦，然後就啊，即係當然唔係見皇帝，不過收咗啲禮物，然後俾翻三倍嘅嘢佢啦。哦，咁貿易嚟噶嘛？哦，即係呢個絕對係 favourable 嘅貿易嚟噶嘛、哦？所以當時係直情係清朝要出通令啊，叫元老嗰啲省唔好接待，叫佢翻去，我哋夠啦。你嘅好意我心領啦。唔好嚟啊！唔好嚟，唔使俾乜嘢我哋，冇乜用啊！我哋唔好嚟啦。是要搞到咁嘅，即係嗰種所謂進貢咧，就唔係我哋依家啲人講以為係即係神國啊咁樣嚇，俾曬啲好嘢你啊咁樣，係嘅，因為你係大佬，你有好嘢俾佢，攞啲唔要嘅嘢，你收皮啊咁攞嚟中國俾皇帝你咯，整個牛角咁俾你咁嗰啲嘢乜啫？不得已咩？嗰頭劈咗佢，入咗倉㗎啦咁，但係你嚟到要。即係你中國人蓋面子啊嘛，所以以前古時就係俾好多嘢出去，咁就做咗大佬、啊、所以有好多嘢咧，根本你要咁睇咧，咁你憑咩話西藏嚟咧？即係呢個係問題嚟，咁但係咧我哋咁講好大問題啊，唔知會唔會有人上嚟釘，有粉青上嚟釘嘢嘅。嗱咁呢方面咧，即係嗱咁佢哋點解唔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好簡易就可以證明咧，即係西藏咧就同中國咧冇不拉楞嘅，好簡單嘅啫。你是但揾個西藏人鬧佢 X 佢阿媽，佢唔會 X 你翻你阿媽噶嘛，係叽里咕噜講佢藏語噶嘛，咁肯定即係肯定唔係你嗰族咯，唔係個人種係有基本分別嘅，同埋冇通婚嘅，即係嗱中國人同所有都有通婚，你而家新疆即係維吾爾族啦，有一半係漢人血統噶啦已經，咁就好難啦，即係你點分翻開啊？但係西藏咧係冇乜同漢人通婚嘅，到而家都係。有成超過五十年啦，係、冇一個中國人入咗去西藏。國民黨嘅時候，國民黨之後就趕咗去啦嘛。係，即係因為國民黨即係、就是、清朝到新中國啦，中間嗰幾十年咧，基本上係完全冇人入到去西藏。因為唔好諗以為入西藏好容易，而家就好容易啫。其實好難，入西藏相當困難㗎，冇人肯去。幾年嘅，我去絲綢之路嗰時聽翻嚟嘅故事啊，幾年嘅當時啊，喺呢啲咁嘅地方走動。就算依家有現代化嘅直升機啊，都唔係咁容易，一個氣壓上去好危險㗎、飛得高好危險㗎，冇空氣啊嘛，空氣低啊嘛，太薄即係人嘅危險，啲機器都危險㗎。嗰陣咧，國民黨咧有個好叻嘅發明。叫口头主权就靠住呢样嘢啦。系嗱，你国民政府即系你又北伐啊，又军阀割据啊，其实根本冇人理西藏噶嘛。系即根本冇一个军阀肯去理啊。嗯，咁啊，结果就系最近嗰个去啦，咁佢嗰个又唔想去，派一连人入去都系涉水噶嘛。咁就即系咁，但系你嗰阵时理论上系有个国民政府噶嘛，喺南京系嘛，有个国民党有个政府噶嘛，蒋介石咁有个中央噶嘛。咁嗰个咧就。口头上咧，所有记录都话咧，西藏系自己嘅。咁到有喜庆咧，又照样都送好多礼物去，就系达赖十三世坐床嗰阵啊，送大量礼物去。咁你送大量礼物，人哋梗系欢迎你啦。系，收咗礼物就大剂啦、哦。收咗礼物咪大剂咯。哦 ，OK， 好。咁我哋休息几数分钟之后咧，就再大家嚟分享一下吓，到底而家嗰个即系。即係個聖火呢個問題，其實背後有好多好有趣嘅嚇嘅政治嘅背景啊，咁我哋大家一齊嚟到再大家傾下啦。好，數分鐘之後再繼續傾下啦。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好。我哋翻嚟啦，咁我哋繼續講翻，醫生就未翻，即係有少少事，咁所以我哋咧 high jack 咗佢先啦。咁其實我哋不即係依家一路以嚟咧，都集中咗報導中國人對於聖火嘅反應啊。嗯，但係好少報導咧西方人對呢件事嘅反應。
西方人啊，西方人就梗係處心積慮，唔想我哋強大啦，有冇報西方啲媒介嘅態度其實都代表咗西方人嗰個諗法。係啊，其實應該係嘅。係啊，嗱，但係你要諗一諗先，我哋搞即係中國咧，搞過好多次嘅運動啦，應該好難搞起。法輪功想搞啊，搞唔起㗎。係，我哋國內嚟講係啊，唔係西方即係出咗中國國門啊。我出咗中國梗係啦，搞唔起㗎。民運搞廿幾年都搞唔起啦，六四嗰班唔知去咗邊啦，做曬生意啦。但係點解今一次西藏呢、這個西藏問題咧？係一搞就起啦。哦，唔係爭好遠。當然就話俾你聽，爭好遠點解咧？因為咧西藏傳教咧，佢傳咗幾十年㗎啦，喺西方，佢咧教徒咧分布得好廣，同埋咧佢嗰個教義啊。出咗好多書，因為我自己睇咗唔少呢啲咁嘅書。佢成日有好多啲部分咧，即係將啲基督教嘅即係自由啊，同埋一啲平等嘅觀念咧，傳入即係加咗入去。佢自己密宗紅。達賴喇嘛係講民主㗎，係啊。佢流亡政府有個議會嘅選舉產生。係啦，佢亦都向西方 sell 咧，就第日翻翻去西藏咧，其實唔係再要政教合一㗎啦，佢係最後一個。即是神嚟㗎喇。呢個達賴要求好簡單㗎咋。一國兩制㗎嘛。宗教自由㗎咋。都冇講一國兩制。宗教自由。人民自決。民主。民主咁就得。返去搞民主㗎。所以你西方人幾掰佢呢，即係你諗起而家中國即係仲係即係一黨專政呢，而你西藏肯咁樣啦，咁梗係撐你啦。同埋信徒呢有好多呢都喺西方有個好有影響力，譬如你熟悉嘅理查基爾啦，咁啊其實就唔係好多人嘅啫，即係相對其他宗教，米亞花路啦，即係好多商界好多好多人會去信，即係去支持同埋信仰。佢個捐款嘅來源咧，即係睇捐款你就睇到知道，非常之廣泛嘅，即係唔係即係幾百萬幾千萬咁樣捐咧，冇乜用，億聲咁啊，即係係少到咧都係一百二百，有啲係甚至係一啲家庭。的基金是每一年按時去捐給他的。即是申請個 PayPal 這樣，即是有空就捐錢給他的。所以其實他在西方世界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而事實上呢，你就算大家聽一下那個小妹妹啦，即是陳巧文這樣，他經常說一樣東西，就說即是我們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其實是有些承諾了在那裡會，即是人權是會改善。承諾這個字很重要啊。即係西方世界呢就睇緊呢樣嘢，你承諾咗有啲嘢。好啦，我唔講人權先啦。而家即係達賴只係話咩，頂多話一國兩制嗰啲嘢，其實佢冇話獨立㗎啦。咁係即係我哋啲領導人死一口咬定話佢係成日話要獨立。咁但係佢唔係㗎，你話自治呢樣嘢呢，其實根本又係我哋中國係承認咗，係承諾咗喺呢一個1951年5月23號喺北京中南海簽的這個所謂17條協議嘛。中印之莊。冇錯啦，譬如說舉例啊，第三條他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西藏人民呢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喂，寫到明㗎呢啲嘢。譬如說對於第四條，對於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亦都不會變更這樣。類似呢，諸如此類啦，即是他又說什麼要第九啦，這樣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諸如此類。他只不過呢頂多是有第八條一句，就是擺解放軍在那裡，那你就擺到囉，是不是？但是現在即是這些東西講得明白了，已經簽曬，即係有國際化有地位㗎啦，你簽得呢啲嘢，你承應承咗嘅嘢你唔做，而家話唔係喎，反口喎、啊。即係當時呢就派咗個特使去北京嘅，咁一路路同佢傾嘅時候呢，就一路路呢就聚集軍隊就向拉薩進發㗎啦。咁咁上下呢嗰、那個代表就知道冇得搞喎，你唔簽都唔得喎，咁就簽咗。達賴喇嘛的自傳說呢，他都在收音機聽才知道簽了、不過簽了焗住啦，那你即是兵臨城下嘛，即是在西藏人來說 你
即係51年入藏咧，解放軍入藏咧，死好多人嘅。即係因為佢孤咁，即係但係佢解放軍入到嚟啊。咁西藏得幾千軍隊啫嘛，基本上亦都冇得打嘅，所以佢哋明嘅。即係焗住咧就喂你話自治咁咪算咯，係嘛咁咯。即係你睇成件事咧，但係點解西方咁咩咧？其實西方不嬲都知唔係嘅。哦，不嬲都知唔系，即系独立咗好耐啊，同埋点？但系咧，因为承认中共嘅条，即系嗰个条件之一咧，系或者承认国民党嘅时候啊，因为国民党系四强噶嘛，大战嗰阵要承认佢个国土啊嘛，咁佢系所以喺国际法咧，佢哋一早就承认咗西藏系中国嘅一部分。哦，咁变咗你自己冇得反口啊嘛，所以西方系。即係暗瓦底嘅好多嘢，因為佢鬼叫你認咗咩？你一早認咗喎，有歷史嚟，所有文獻你都認西藏係中國一部分啊嘛。所以而家咁啊，唯有就叫你喂你俾佢自治啦，或者支持佢 free 啦，係嘛？即係俾佢獨立啦。只係背後搞，佢而家官方冇人能夠話西藏係獨立㗎，冇得講。即係你認過啊嘛，因為同埪西方世界睇西藏呢笪地方，佢係當係一個世外桃源嚟嘅。咁其實一個好荒涼，一個好即係唔係佢當係一個即係精有一個以精神去統治一個地方嚟嘅、哦，以精神精神領袖嚟 ，OK， 以嗯好自然添，好大自然，以大自然啦，以、啊、知識啦，嗯，即係佢哋心目中一睇過曬咁多，即係阿達賴寫咁多書啊，咁多演講啊，同埋一路咁樣傳落去咧，西方一大部分西方人睇西藏咧係一笪。世外桃源嚟噶，即系佢一睇到你中国咁样入去西藏，即系你佢又好火滚噶、嗯。你自己中国嘅宣传就话抗议咗几间发电厂啊，几多公路啊、飞机场啊，咁系咁整去。喺西藏人嚟讲咧，佢唔要呢啲嘢嘅，因为佢游牧民族嚟嘅、嗯。你整喺嗰度咧就好威，整啲大嘅建筑物喺度，佢住草原上高住嗰啲帐幕啊，咪佢周围走咁，因为基本上无聊嘅。系好多建設是冇用的喺、嗯、西藏嚟講咧，既然那度是一個環保自然、生活得咁好的地方，你大搞現代基建咧、嗯，根本又是混帳嘅。基本上，點解你唔有佢自由？佢個文化，即係個遊牧民族嘅文化，佢自佢其實佢西藏人係因為個宗教信仰其實全部都係好簡朴嘅。嗯，你做和尚你唔簡朴係咪？身無長物噶嘛，冇緊要喺佢嚟講。咁你中國成日話依家話俾咗幾多錢佢？嗱，又係會計啊！你有一份嘢咯，即係會計技巧嚟嘅。你派咗咁多官入去，咁啊好大支出啦。跟住起啲官要生活，要學校，咁你又擺咗好多嘢入去啦。我哋每年使喺西藏嘅錢啊，幾百億嘅講緊，幾百億人民幣一年，講少啊，真係最。一個平均西藏人用的錢是即係香港嘅，即係北京嗰啲中產階級嘅20倍㗎一年。但係嗰啲一般人嚟講，唔係咁生活，基本上完全冇關係嘅對佢嚟講。即係究竟你漢人嚟咗，你話俾咗好多嘢，我完全唔覺得。咁你人點會服你呢？咁好啦，咁即係中國點解要即係要保住西藏呢？咁有冇？即係佢西藏對佢嚟講有啲咩好處咧？即係除咗有啲話有冇軍事嘅要點啊？有幾個講法嘅，軍事又一個啦。咁有啲又話佢水源係嘛係嘛？即係因為始終將來高地嘅係啦，可能係水源啦，地理上啦係啦。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唔會即係永遠即係依家中國共產黨咧係一個陰謀論去睇，因為佢係用即係佢自己想有陰謀俾人啊嘛。係。佢永遠用陰謀去睇，又攞你截水源啊。係。你估真係一條溪咁樣頂部幾嚿石就接得到嘅咩？係唔可能係一條好大嘅河嚟㗎。係啊係啊，同埋你截好啦，我當你派軍隊喺度截咗佢條水源，係咪派軍隊去開翻條水源咯？係冇意思㗎。係，同埋亦都唔會有人花咁多時間咁多。精神去截條水，你唔係話爬上個山，嗰個山好鬼高㗎。即係咧，你諗下，如果你話俾佢獨立咁樣，咁係另一回事。因為我獨立咗，我有權俾你嚟㗎嘛，同你分開㗎嘛。如果你俾佢自治咧，咁自治嘅地方又冇軍隊㗎嘛，你唔可以自己有軍隊，最多有差人嘅啫，你唔可以有軍隊㗎嘛。咁如果你咁講咧，根本佢係冇可能咧，即係話變咗第二個國家，然後去針對中國㗎嘛。係，即係但係佢而家就連自治都唔俾佢。亦都呢個世界可以話俾你聽，係冇人。是會用軍事去侵略中國的，嗯，即係太大劑。我可以告訴你，在美國
國民黨嘅時候啱啱打完仗，嗰啲中國嗰時都夠弱啦啩，嘅時候夠弱啦啩，杜魯門總統都講啊，邊個話侵略中國係黐線㗎？因為太多人啦，太多地方，你點管啊？你管唔掂㗎嘛？同埋啦，中國周邊你諗邊個國家可以有能力去侵略中國？根本就冇。依家連俄羅斯都唔得啦。依家俄羅斯話俾你聽，驚中國㗎，知唔知啊？因為你包有隻咁鬼污染，成日污染俄羅斯嗰啲水源啊，真係。今次唔係人哋中國能驚自己啲水源，係俄羅斯驚你成日咁亂咁掟啲化學品落去嗰條河度，污染佢條伏爾加河，你冇伏特加飲嘅陰公。喂，聽你哋講咁耐咧，成所有嘢都係同呢個今次奧運有關啦。咁其實講到最後咪聖火啊，咩奧運啊呢啲，成日話咩唔好侵埋落。政治是戇居的，其實由頭到尾就是政治的。我覺得整個奧運那個整個、那個氣氛、啊、即是有樣東西處心積慮利用奧運帶回起西藏那個議題呢，就是真的、嗯、我看來看去都是真的，即是無論大賴不認好怎樣都好，只不過我就覺得他是應該的，如果你是西藏人你都是啦，沒有人理你這麼久，你等了這麼久有個機會嘛，他其實搞回起個議題是正常的。咁你而中國處理嘅方法，而家對聖火呢個被人侮辱嗰啲個做法咧，佢係煽起即係自己人民嘅仇恨、仇愛咧，咁、都係一個政治手段嚟嘅。即係我哋知嘅，咁冇理由中國嗰啲即係官方學者唔知㗎，官方講法一回事啊，即係西藏係咩一回事，係啃即係食咗翻嚟嘅嘢，係呢個知㗎，吞咗人哋嘅嘢咁。但係點樣處理咧，就係問題啦。嗯，即係佢一定要用個政治手段去解決咯，佢唔可以話喂講道理咁，如果講道理講國際法咪衰㗎啦，你去海牙開國際法庭，大家搵啲學者坐低講，咁你就弊㗎啦，即係唔可以㗎，所以佢一定係唔會俾返，同埋係強權㗎啦，呢個冇得講㗎。咁我睇而家呢，佢根本係連奧運都唔係好緊張㗎啦，即係因為如果背後嘅議題係有人想支持西洋獨立呢，咁、你喺而家嘅政權個角度嚟講呢件事係遠遠大過共奧運。奧運咪由佢咯，彎咗都係咁話啦，冇理由揀咗個西藏，即係俾咗個西藏人㗎嘛。其實你打個地圖睇啊，達賴喇嘛有樣嘢好錯啊。95年嗰陣咧，佢寫過本書《達賴喇嘛自傳》裏面咧，佢係一張地圖嘅，佢係將四個省咧歸埋去西藏。即係嗰陣咧，西方有個錯覺咧，就中國六四之後咧就會崩潰嘅，就會四分五裂嘅。咁、所以支持西藏獨立嘅時候咧。佢一系唔獨立啦，獨立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西藏自治區，即係我哋而家講嘅西藏省咧，嗰、那個自治區又好細嘅。四川、甘肅、雲南、青海四個省咧黐住嘅。咁咧，其實嗰個講法叫做大藏區，因為呢個省裏面咧，傳統上都有好多藏人喺度，而喺歷史裏面咧，呢個係西藏嘅一部分嚟嘅。西藏嘅一部分嚟嘅。咁咧，如果夾埋咧，嗰度就有600万藏人。但如果淨係上面啦，西藏自己係200多萬人嘅啫。咁其實200多萬人擠咁20000000平方里嘅地方呢，佢就擺個警察喺周圍，一你擺個警察佢都擺唔到嘅，所以佢根本係冇條件獨立嘅，其實係完全冇辦法嘅，太少人同個地方太大。咁、你話架話佢想獨立嘅，其實就唔通嘅。咁當然啦，佢曾經係有嗰個要求獨立，要求獨立。59年起義呢，基本上起義嘛，叫得起義就係要獨立嘅、即係其實佢最高嘅目標當然係獨立嘅，即係點解唔獨立啫、如果可以獨立，但係現實呢，佢即係大喇嘛好，西藏人都明㗎啦，你攞到高度自治呢就算㗎啦，咁但係而家呢，或者你當戰略啦，攞咗呢樣嘢先啦，咁而我估呢，即係中國本身啲領導人呢亦都即係唔信嘅，如果俾你自治跟住你要獨立咁咪一樣唔遠，如果你自治就完嘅，咁可能就係冇所謂嘅。咁既然佢哋根本係冇咁嘅任何軍事能力嚇，即係嚟到做嘅，咁到時你話佢想反面做獨立，咁好快就可以係啦，因為佢冇軍隊嘛，你唔俾佢有軍隊，咁所以呢個你又唔使太擔心嘅。如果佢真係對住反口嘅，咁你咪成翻一嘢又冚咗佢啦，係咯。所以你話自治，即係你話有啲人即係覺得係有啲屈咧，即係大家都屈對方啦，有啲嘢呢個係真嘅。是嗎？咁你而家最近好似話肯見佢個特使啦，佢細佬啦，咁我估都係呃住先嘅啫，即係營造氣氛嘅啫。但係長遠嚟計呢，係好大嘅問題，政治上啊，即係西藏你見佢喺西方嘅影響力咁大，你唔好睇佢人少，
真係冇話我十幾億人壓落嚟，你嗰兩百萬你一定冇得玩啦。真係唔係，因為咧你見即係如果你激進咧，係好少人可以搞到你成個國家周圍都唔掂。就好似今次咁啫嘛，佢有幾十個人分佈喺全世界，度度去衝你嘅聖火咧，你已經係日日係新聞啦。咁、你諗下，其實佢唔需要好多人，佢夠勇敢就得噶咯喎。咁你點樣能夠喺即係呢個時代唔同啊嘛？即、你唔講道理嘅時候咧，你始終係有個仇恨喺裏邊咧，咁就冇得講噶啦嘛。始終係解決唔到嘅，即係解決唔到嘅。咁啊，過兩日你咁叻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我未有時間去研究呢個問題。始終其實咧。打好唔打好，到最后结果咧，都系大家坐低倾嘅啫，倾掂佢咯，冇办法，呢啲咁嘅问题咧，唔系西藏第一个噶啦，好多笪地方都有噶啦。而家成日好似喺度妖魔化，即系官方啊，达赖集团咩咩，即系客观睇啊，最温和嗰个就系达赖喇嘛嚟噶啦。因为佢仲系神嚟噶嘛，所以佢系一讲，即系佢一个人讲咧，就点都全部即系藏民喺海外都听佢讲嘅，即系唔会逆佢意嘅。但系佢过咗身之后咧，唔知噶啦，即系佢哋变晒巴解咁，系会可能嘅。即系佢唔使好多人咁啊，巴解都唔系好多人嘅，即系全世界制造恐怖运动，恐怖活动咧就系针对中国人。咁你一系唔系世界，你已经系周围都要啊中国人，又作为中国企业，全世界都有。咁点啊？又开放咗啊国家。咁如果人哋搞恐怖活动点啊？得人炸火车咁你就死啦。炸飞机炸火车咁你又阻止唔到啊嘛。所以唔可以咁噶啦，即系你普通人其实香港人有机会应该系客观啲去研究啊，讲下啲客观啲嘅说话。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啦，即系仲有少许知识分子嘅，其他嗰啲就即系。依家根本其实系一面倒啊。一面倒嘅，你一般人系唔知嘅，边有咁多嘢讲啫啊？即系背后咁多分析都冇嘅。冇噶，咪支持咯，支持咩咯？跟住又你讲多两句，咪啲搵啲粉青出嚟轰你咯。系咪啊？同埋佢哋好兴咧，用一句说话就系、是。你是不是中國人？好輕用呢句說話，即係如果好似佢哋認為嘅中國人要咁樣咁樣咧，話中國人即係要你做中國人之前，即係唔該你上下堂先啦，太多嘢要記啦。咁啊，喂，過兩日個火嚟嘅，即係醫生，你覺得？醫生你估啦，去旅行，醫生去旅行咧冇眼睇啦，啫。咁呢個唔係故意嘅，係即係安排咗好耐㗎啦。我就話千祈唔好行啊，行近㗎啦。你問我即係。即系唔系杯唔杯葛啊，或者我唔会趁热闹嘅，即系有意外系唔奇嘅。即系呢啲第日奥运都系马术比赛咁，突然间爆炸弹系唔奇。哦，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唔奇嘅。即系如果你要安全，最好唔好去。唔好话支持喺屋企支持算啦。咁你系咁噶啦，咁你虾人咁，结果咪而家你咪有啲咁嘅。你睇下美国佬几惨，即系喺全世界，你做美国游客几惊。系啊，系。随时俾人绑架系嘛。系。英国咁啊，点解咧做咗衰嘢多啊？做咗衰嘢都系咁噶啦，系嘛？中国人本来好好噶，咁但系你唔妥善解决咧，咁就咪，咁就弊啊。咁啊，喂，咁点啊？咁我哋马术又喺香港搞啦。咁而家先得意啊！唔係，你頭先又講到好似啊，我哋即係成個奧運咧，好似北京開始已經當係嚇將嗰個先後次序擺低咗。我覺得係啊，咁係咪真係會彎咧？即係大家覺得？咁我相信又唔會彎嘅，即係做啊照做，冇咁熱鬧咁咯。即係本來開個 party 就好多人一齊去玩，好高興嘅。咁但係呢個 party 就少咁啲人咯，少咁啲咩人，大家好清楚啦。即係咧，你西方啲大佬又話唔去啊咁啊。咁我覺得而家中國嗰個戰略咧就係咧，就係咧話知你㗎啦。咁到頭來你又嚟㗎嘛，佢諗住。咁依家你都冇辦法嘅，唯有照開嘅啫。照開嘅嘛，但佢已經唔會將嗰樣嘢撞到係最緊要啊。但係諗下呢個世界，即係最重要嗰兩個皇室。日本皇室同埋英國皇室都唔支持你，即係唔去嗰個開幕禮啊！佢哋本來話去咩？都唔一定去嘅，唔係一定去，但係而家直頭話俾你聽係，而家就話唔去㗎啦。即係冇咗呢兩個咁威望嘅皇室，即係等於即係話俾你聽，即係等於一個人去攞個學位，但係嗰個學位咧都唔知邊度嘅，即係你自己都覺得好冇癮啊！嗱，即係咧，如果我哋睇嗰啲 YouTube， 我哋香港。要即係香港人要睇一睇下 YouTube 啦，即係唔好淨係睇兩間電視台啦。兩間電視台淨係播到有人嚟衝啫嚇，因為嗰啲 YouTube 睇到你中國嗰啲學生咁樣打人咧，咁野蠻咧，即係其實個效果係點咧？外國嗰啲輿論咧就會叫個政府啲人唔好去，即係呢個好自然嘅。
咁而民主政府呢，你人民嘅壓力一出呢，我就好擔心今次呢就係好冇光彩嘅事啦，即係北京奧運你想威呢就冇得威嘅。唔怕，我哋有13億人、你要塞滿啲場館好易嘅。咪塞滿場館易，咁但係冇乜貴賓嚟囉。因為可能有啲運動員去囉，扮鬼佬囉，走囉，有啲運動員話我唔參加啦，咁樣漸漸就有啲子女啦，會有㗎啦。譬如話上到頒獎台，咁佢拎支旗出嚟又好，或者即係機遇啊乜都好啦，咁你點呢？即係即係趕佢走，大界出境咁樣。唔係，咁咪衝上去囉。嗰陣時之前試過，唔記得邊個運動會嘛，跟住有個台灣嘅運動員就拎支青天白日滿地紅出嚟，跟住咧我哋啲大陸嗰啲咧嗰啲運動員啊，嗰啲職員啊就衝埋去搶人哋支旗啊嘛，好核突㗎，好鬼好笑㗎，真係。咁所以話咧，即係成個奧運嘅個背後咧，其實係一個國際政治嘅鬥獸場咁樣咯。嗱，我即係喺我即係喺一個自然醫療嘅睇法，即係我覺得都穿得埋，即係你諗下，咁去嚟到咁嚟到租質嘅身體啊，嚟到搏呢啲所謂金銀嚟到牌啊，食埋曬啲咁嘅藥，係咪？咁即係其實完全同健康一啲冇關係嘅，係咪？醫生係啲運動員係咪通常都短命嘅？而家嚇大部分都係嘅，大部分運動員都係因為過分勞嚇，因為運動得多，健康係錯過。係啦，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係奧運成件事由頭到尾咧，都係呢啲咁嘅國際嘅鬥爭嘅地方嚟嘅。咁鬥面子又好，鬥乜都好啦，同即係同一個體育咧係即係同健康體育拉唔上關係嘅。咁其實好多啲出面嗰啲所謂嗰啲大型嘅運動員運動嗰啲 event 呢，我覺得係一個商業行為嚟嘅啫。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我所以對我嚟講呢，我從來都冇興趣去睇。世界盃都唔睇㗎。我完全唔睇足球杯，我從來冇睇㗎嗰啲。所以我覺得要咪去玩囉，係咪？我鍾意玩咁咪去踢下波啦。咁要話我想啲技術好啲嘅，咁睇人哋點踢呀咁樣嘅。咁你叫我睇人哋，哇咁日半日三咁睇，我覺得我從來冇睇過㗎。即係呢個真係同嗰個健康同運動係完全兩回事，呢個根本成個係商業行為。醫生，你講呢樣嘢就好好啦，即係因為咧早幾日真係明報咧係有一篇報導咧就講咗咧有一個前美國嘅體操某行啦嘅冠軍嚟嘅，即係喺世界冠軍嘅女仔嚟嘅。咁佢而家就即係做投，唔記得好似做投資，總之乜鬼嘢啦，佢就冇玩㗎啦。咁咧嗱，佢啱啱個報導話咧，佢係出咗本書。就是回憶錄嚟嘅，就講翻咧佢當時做細個好細個做運動員或者入去開始培訓咧，一路咁耐經歷嗰啲嘢，全部係好負面嘅。嗱，譬如話根據報道啦嚇，即係啲教練啊會冇用好差嘅説話侮辱你啦，會逼你唔食嘢，唔准你食嘢，即係要等你唔好咁肥啊。咁佢呢就即係形容到呢係有時呢係要夜晚呢用啲口水呢就斟滿個咖啡杯嘅。點解呢？因為唔好第日磅重嗰時咁重俾教練鬧。去到咁樣嘅。當然啦，更加有一樣更加有啲唔光彩嘅嘢，譬如話佢寫到呢就係話好多時呢嗰啲細路女呢幾歲嘅細路女好多時都俾啲教練即係性騷擾嘅。咁就即係呢啲好唔光彩嘅，即係好黑暗好核突嘅嘢咁樣。咁再岔開少少啦，雖然都有關㗎，頭先你提到世界盃。我哋睇呢即係足球睇得咁精彩咁正啊，全球盛事。但請問有冇人知道或者諗過呢？其實你睇你諗下啦，而家世界頂尖嘅球會可能即係講緊係十間到二十間咁樣。但係我哋世界嘅球會好多啊，淨係即係你每個地方咁樣咁多組別。好啦，其實佢有好多呢係嗰啲即係培訓出嚟嗰啲學 academy 啊，培訓出嚟嗰啲呢。好啦，你睇過你認識嘅嗰班友嗰班球員呢，流流去去有百零二百個，但係你諗下背後有幾多係失敗咗嘅。而嗰啲人係冇人理嘅，同埋冇機會俾你去玩嘅。係呀係呀，即係好似我認識有朋友，佢即係好認識香港嗰啲即係個游泳嗰、那個嗰啲隊伍嘅，佢根本係有幾個人壟斷咗嘅。咁你要你嗰啲學生呢去參加呢，你基本要埋堆嘅。咁因為我覺得呢，即係成個所謂正運動嗰個現象呢，其實背後呢一個商業行為呀，同埋一個政治行為嘅，同我哋嘅人類嘅健康係完全係冇關係。剛才講呢，譬如話嗰啲細蚊仔呀去到嗰啲球會度接受訓練呀，
就以法國為例，好多嗰啲非，而家又好興啦，喺啲非洲度揾啲黑人細蚊仔嚟，又跑，即係佢哋天生、又跑得啊，乜鬼嘢啊，咁樣又窮啊，咁嗰啲非洲嗰啲人咧，就好願意送啲仔去，因為有發夢啊嘛，發個明星夢啊嘛，但係往往咧有一大堆咧呢班咁嘅黑人咧，喂大佬，你諗下佢哋自細冇乜教，冇受過教育嘅，咁佢哋一俾足球學校捨棄咗咧。他們是淪為街童的，可以是。是啊。是沒有，社會是不願意理他們的。嗱，我們看了這麼多這些這麼好的足球，哇，即是給這麼多錢去申請看個聯賽，但是即是有沒有人想過這些呢？在外國就很多，這叫football sociology。是。香港我未見人提過。是。即是大家有機會上 Amazon 去找一下這些書，大把。香港是挺好的。即係波牛咧，就係唔讀書嗰啲人嚟玩嘅咁樣，所以佢哋玩唔成功咧，都冇所謂噶啦，都係做翻做下推銷員啊，翻嘅買做翻啲工人啊嗰啲咁啫。哦，誒嗰陣我你記咩嘢時候佢球隊叫做元朗啊？係啊係啊，元朗啊！而家有冇咧？我有一段時間喺元朗寮仔部嗰度即係工作，但原來嗰陣時啲球員全部喺度做工人嘅。政府啊，即正正式式嘅，你有工作做嘅，唔係，即係佢哋只能夠做呢啲咁啊。政府又幾好啊，請啲做工人啊。咁工人即係你知，房屋署嗰啲工人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搬下嘢啊、拆下嘢啊嗰啲咁嘅。即係特登照應佢哋，俾咗佢做工人。哦，佢哋都好高興噶啦，已經有份正職可以退休，咁幾好啊，係嘛？係。咁即係以前嗰啲球員其實係咁嘅啫嘛。係。讀書唔成先去踢波啊嘛。係。係嘛？咁你反為現代社會嗰啲揾嗰啲精英球員咧個培訓就當然係好多錢㗎，我係Sarasota佛羅里達州，我以前嘅大學嗰度咧，我參加過一個咁樣學校嘅，咁我亦都有啲病人咧，真係個仔女喺嗰邊訓練嘅，係好貴嘅學費嘅，即係咁，同埋我見到咧個個都係即係七勞五傷嗰啲咁啊。梗係將一個人嘅體能去推到極限，係啊，梗係去到極限。我有一次喺有近佢近嚟咧，就見到有一個係嗰啲即係嗰啲單槓雙槓嗰啲運動員咧，你近睇佢咧，周身都係瘀痕嚟嘅。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係將一個人咧，好似馬戲團嗰度咧嚟到，即係將肉束嚟到咁推嘅，咁啊做一個 show 俾人哋，即係好似以前鬥獸場咁嚟到做。其實一個好陰功嘅背後，所以我從來都冇興趣話去睇呢啲咁嘅世運會啊。醫生，我哋呢個今集呢個節目咧，帶俾聽眾咧最近一樣嘢，即係有陣時你睇啊世界盃好，即係呢啲奧運好，你好諷刺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攞嚟喺學校做通識教材最好。係佢宣揚嘅係和平啊，一啲咩努力啊，一啲好正面嘅，哇呢個好毅力啊！唉，但係原來背後咧係一啲殘忍啦，一啲虐待啦，即係原來其實有咁多。即係呢個奧運嘅高山，你個下低堆原來堆咁多屍骸喺度，係咁多人成，譬如我頭先舉例嗰啲咁嗰啲俾人哋捨棄咗嗰啲，可能唔淨係足球啦，係咪？即係捨棄咗嗰啲，佢冇知識，佢揾唔到工，咁佢成世就係咁嘅咯喎。係，大家有陣時可以反思一下，究竟咩回事？即係我哋最成功嘅香港經濟支柱馬會啊嘛，最弱速嘅機構就係馬會啦。邊只馬自己想咩？咁由出生操到死啫。咁係咪？馬喺原野跑。咁啊，咩捉咗嚟？咩邊樣運動係最弱速啊？其實馬，但係代表西方文明啊！你馬跑馬係代表西方文明，你幾諷刺啊？好啦，咁我哋香港出路嘅，大家都有咁多年嚟都睇到啦嚇。我哋其實睇事咧，真係睇深一啲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將來咧有機會咧，都係即係地球真係好多問題嘅。咁我哋咧真係要需要咧係深入啲思考啦。咁諗一啲即係有咩方法啦嚇，咁令到我哋香港更加好啊！令到我哋个世界更加好嘅。OK， 好，咁时间都差唔多，咁我哋下个星期啦，你哋继续啦吓，我又要出国，咁我哋就下次再见。好，拜拜，拜拜。